Hello YouTube, 我是禮 Sir。 好，我們今天的短片呢，就是要講呢，是中四的題目，就是關於呢，是 Complex Number 的第一課啦，就是Example 4啦，第 Level 1的，大家可以看完之後就做到 1B 的第三、第四條啦。咁啊，題目就係 A 同 B part 啦 ，A 同 B part， 咁就需要大家去做呢一個類型嘅題目嘅。咁你做呢個類型嘅題目嘅時候咧，你要識得一個嘅定義，就係如果我哋知道開方根負 n， 咁佢會變成啲咩咧？就會變成開方根 n i 嘅，開方根 n i 有呢個定義嘅。咁所以你喺呢度咧就可以將呢個定義變翻做一啲你哋學過嘅一啲嘅方法啦。學過的一些方法 ，OK， 咁我哋褪翻嗰啲目的先。好，咁樣 ，OK， 係啦，係啦，咁咧個答案咧就係咁嘅。你要將呢個變翻做呢個 I 嘅處理啦。咁所以呢個咧就會變成開方根25 I， 因為個 n 其實就係25啊嘛，所以開方根 n， 開方根25 I， 然後就減開方根16 I。記住個 I 咧係唔包喺個開方根號裏邊嘅，然後呢度開方根25，大家都識啦，就變成5啦，5 I 減4 I， 答案就係1 I， 咁即係 I 啦。OK， 咁大家留意住，記住係用呢個嘅定義喎，呢個定義。咁所以根據呢個定義咧，我哋就知道咧 B part 咧都係咁做啦，就係開方根乜嘢啊？開方根乜嘢 I 咧？中間係乘啦，就係9啦，同埋4啦。咁答案就係3 I 乘以4啊，唔係2 I 啦，係咪？咁得出就係6 I 嘅 square。咁另之前有一條片講 example 3嘅時候教大家啦 ，I 嘅 square 即係開方根負一嘅 square， 即係負一。咁即係會變成6乘以負一，答案就係負6。OK， 咁大家可以咧。透過呢條片咧，就幫大家去做第三、第四題啦。咁短片就去到呢度。